酥脆面衣包裹着软绵的马铃薯和鸡脚肉，日本人气美食可乐饼，外酥内软，深受台湾消费者喜爱。现在有素食店研发新吃法，把可乐饼加进鸡腿排汉堡，再淋上日式照烧酱，满足民众味蕾。素食店人气爷爷特地穿上日本服饰开食堂，广邀民众尝鲜。原本的美式餐厅充满浓浓东洋风，这次新品主打可乐饼，绵密饱满，搭配鸡腿排，鲜嫩多汁，一次就能品尝双重口感，而且不用飞日本就能吃到道地美味。我觉得这个汉堡呢，它吃起来就是上面是可乐饼，然后下面是卡拉鸡腿堡，但是两个炸物加在一起呢，皮不会很厚，吃起来非常鲜嫩多汁。日式可乐饼卡拉鸡腿堡预计在9月19号开卖，新品推出期间，只要购买套餐就能获得手游虚拟宝物卡。素食业者和游戏公司跨界合作，希望抢攻年轻商机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